力。很开心能够在过一个礼拜的年之后呢，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可以看到大家，所以好不好，我要你先去找十个人，先去祝福他，跟他讲说新年快乐。十个人哦，跟他说新年快乐。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我们能够聚集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耶稣。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在今天的时候，可能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你可能去到很多地方，跟家人出去，跟朋友出去，但很恩典的是，在今天晚上，我们是一起能够在神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要鼓励你，等一下在我们开始赞美、开始敬拜的时候，我真的要挑战你，敞开你自己的心，因为我相信今天上帝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Amen 吗？我要你敞开你自己，要欢呼就大声的欢呼，要拍手就用力的拍手，要欢呼要尖叫就敞开自己，完全的敞开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数到三，预备好你自己，让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和荣耀都献给爱我们的神。一二三，哈利路亚。今天晚上让我们献上最大的荣耀给神，每一个人举起你的双手，加把手 ，Come on， 一起来唱。我想大声宣告，我全心的感谢，因你所做一切，提升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心意，因我依靠到你。哦，高举双手，献上我们一切荣耀。Everybody shout， 来大声宣扬 and sing， 用一切所有献上荣耀给你，给你配得赞美。哦哦哦哦，我要大声宣告，我全心的感谢，给你所做一切，提升我，提升我的生命，改变我的心意，因我已找到你。高举双手，哦，高举双手，献上我们一切荣耀。Hands up， Everybody shout， 来大声宣扬 and sing， 用一切所有献上荣耀给你，给你配得赞美。哦哦，将荣耀给你，给你配的赞美。哦哦哦哦，所有的人扬起你的声音，一起用的声音来赞美神。Sing，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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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爱大大声赞美 ，Put your hands up， 若你爱大大声赞美 ，Put your hands up， 所有的人献上荣耀 ，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 所有人从位置上跳起来，给神一个热情的呼喊。Everybody shout， 来大声宣扬 and sing， 用一切所有献上荣耀给你，因你配得赞美。哦哦哦哦哦， Everybody shout， 来大声宣扬 and sing， 用一切所有献上荣耀给你，因你配得赞美。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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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尊贵荣耀。
向世界宣扬你，所做一切只愿能高举你生命。大声的来唱，对着神来说，只为向世界宣扬你，所做一切只愿能高举你生命。我全心赞美你，向慈悲人，向神献上全新的赞美。耶稣牺牲救赎，我全心赞美你，是如此配得。全新的赞美， Amen。 我们的神配得，今天晚上让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到他面前，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称颂的主，他配得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举起我们的双手，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
紧拥抱我，我心等候你的主，天堂降临在我心中，我深知
你的家人邀请你，所以你是我们的贵宾。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我想要邀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想要认识你，想要欢迎你。所以第一次来的朋友们，预备好，一二三，欢迎你从位置上面起立，欢迎你来到神的家中，也很欢迎你们回到神的家中。是我们的2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先一起从座位上面起立。可能在这一个礼拜，你可能都没有跟你的小组员见到面，所以呢，我希望可以花2分的时间，可以跟你的小组员聊聊天，或者是跟你这礼拜都还没见到的朋友，一起花一点时间分享，一起能够祝福他。我们2分钟开始。
阿们坐下来前再次祝福旁边的人，跟他讲说新春愉快，新春愉快。不知道大家在过年的时候有没有经历到很多的恩典呢？那我觉得这一年的过年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在一开始拿到奖金的时候，像工作的人都很期待，就是得到年终奖金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次我们都会立刻就做一个决定，就是马上拿出十分之一要分别出来要来奉献给神。那本来抱持着就是今年已经，因为凯西大家应该知道去年我就是刚刚结婚嘛，所以想说结婚以后应该拿不到红包了吧，啊，结婚还要捂一下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我结婚吗？好，就是讲说结婚应该拿不到红包，但殊不知今年过年还是拿到了两个红包，感谢上帝啊！应该拍掌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所以我真的觉得神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所以我相信在我们很多人当中，你在这个过年里面，你一定有经历很多的恩典。但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摆上，因为我们把这十一不是要给神，而是其实我们是把我们的十分之一，属于神的十分之一还给他。所以我想鼓励每一个人，让我们预备一笔我们的奉献带到上帝的面前，相信多种的必要多收，神会持续的赐福在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年里面。阿们。如果你需要信封的话，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招待会把信封给你。我想鼓励你，每一次当你奉献的时候，你真的要带着一个信心，你要相信，你要能够看见神的祝福，是神的恩典，是天天够我们用的。阿们。让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奉献，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把我们的奉献恭敬的仰望给你，主啊，因为你是为我们预备超乎所求所想的神。我相信主啊，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一年当中，让我们每一天都有数算不尽的恩典。主啊，谢谢你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也求你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甘心乐意的摆上，让我们用美好的奉献来开始这充满恩典跟福分的一年。谢谢耶稣，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招待可以帮我们收奉献。先祝福身旁的人，跟他说今年是大得恩典的一年。我们一起来看本周的飞鹰新闻。